谢两位英雄出手相助。阮姑娘为着要答谢两位英雄，即马伫会厅设下酒宴，请两位英雄随应而来。这举手之劳，韩姑娘太客气了。是啦，英丽姑娘，妈你转达韩姑娘，着我心领。公主，这是韩姑娘的好意，假使公主也无愿意去，阮姑娘哦是会真伤心的嘞。就是讲呗，东冲的啊，你爱知影呢？平常是要去韩姑娘啊，比登天搁困难呢。你就算讲讲斗三工，恭敬不如将命，你就去见一面，嘛好啊。杨威，哎呦，卖讲遐济啊啦，红耽误吼，歹势哦。英丽姑娘，请坐咯。公主，随我来。看这两个少年人武艺超凡，我若当食了因，相信对我的修炼一定有真大的作用。公主，请。方才伫咧大厅，好甲赵四位公主相救，素梅伫遮，感谢恁解困之恩。小可代志，韩姑娘唔免放在心肝。啊，四位公主，请坐啊！爹，紧来，请坐，紧来，来，请坐，请坐，快坐啦！姑娘啊，你真正是了不起呢，啊，真正有本事。韩姑娘吼，从来无随便记人客呢，你只不过是替伊打抱不平，连得着伊办酒的来甲说一声。我看吼，你做梦一定会笑到连嘴都合袂我啦。这位公主，你有所不知，其实阮小姐是真好相处的。只是来这的酒客哦，不是好色之徒，阁是像你规这种重色欺人的人。所以，英儿，四位公主，英儿就较袂晓讲话，若是有得罪的所在，请您见谅。哪里？对啦，还阁未请问四位公主，恁是咩称呼呢？我叫罗干伟，在下赵修成，在下姓蔡，大名一个英字，赵匡胤。赵匡胤，那呢，今下中岛指挥赛，赵匡胤唔就是令尊？正是家伙。切身求问赵公主，吉公好意，好路见不平，今日果然是见识到，真正是名不虚传。不敢不敢，这拢是大家恭维，公娘你贵重。英啊，我看你平常时吼口才真好，真会讲话。啊，今仔是安怎？讲着话色字如金，啊，看着姑娘，煞得到避暑去。小心，你莫乱讲。哎，公主紧来请坐啦！哎呦，真歹势啦，家姑讲话煞袂记请食酒菜。紧来，英儿啊，甲公主倒酒，紧来，紧来。相救，而且得一再追究，向您多谢。请，请，请。孔英啊，我看吼，韩姑娘对你真正是有情有义啊，恁会用讲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。小心，莫搁乱讲话好无？我才袂乱讲嘞。咱今仔日吼，会用甲韩姑娘共桌饮酒吼，这是真难得的代志。孔英啊。你出手得较大方个哦！哎，袂用这人，这有啥物唔对啊？你韩姑娘慧质安心，清丽脱俗，我若提伊扭出来，唔着侮辱韩姑娘个人格。贤弟，感觉真有道理。啊，那既然是安尼，孔英啊，不如你就身上个纪念玉佩送给韩姑娘啊。哎呦，是安怎啦？啊是该考虑呢，啊是唔甘，紧起来啦！是不是？麒麟玉佩，我做细汉就配在你的身躯边呢。哎呦，安尼唔较有意义，安尼送韩姑娘吼，这样表示你对人真敬心吗？你哦，赵公主，
既然玉佩是伊自细汉到大汉佩在你的身上，就该对伊来讲真有纪念的价值。宋梅，你叫人送来。对啦，有听到无？当韩姑娘哦，是我伫遐先解人意。你若讲唔提出来哦，人会笑你冻酸啦。对，做人也有度量。来，韩姑娘啊，你睇咧，这是赵公子吼送你的见面礼，你紧收了来，你待会要报销哦。这是伊对你的一片真心嘛。看赵公子的面色，敢那真为难。既然不是真心要送予素梅，素梅嘛袂勉强接受。赵公子，这玉佩也是退转去。不是啊，韩姑娘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是讲这小小玉佩不算啥，我惊你会气嫌。赵公子，你像妈妈安尼认为？这块玉佩非常的价值，你不但愿意挂爱，而且这内底还有你一片的真心。宋梅，宋梅一定会好好珍重爱护伊。对啦，韩姑娘，阿英阿母回电吼，唔知影你愿意跟阮做伙来观赏无？是啊，贤弟，若是讲韩姑娘有闲，我认为你才做伙去啊。既然各位公主若受这款的雅兴，赵公主却无气嫌，那呢，送你点灯红梅。好啊，好。韩公娘，在下赵公英，多谢韩公。给你们。来。你讲什么？赵公英竟然敢跑？是啊，阿弟啊。伊不但哦，连我这个国贵也拍，伊佫讲哦，你啊，伊无甲你看在眼内啦。阿弟啊，你爱替孩子做主，爱替孩子出一口气啦。这，阿弟啊，阿你安尼摇头，家己，阿爹问，伊伫甚物所在拍？你放我老啊？放我老？家里，不是阿爹无爱帮忙，你是当当一个国父爷，举举行动千万得爱得注意，无什么代志，绝对袂去抛头露面。方圆场所是一个是非之地，你无代无志，三番两次往方圆头是做甚物啊？啊！阿爹啊，你有所不知啊，其实吼。害你去街内面一个花季叫做韩素梅啊，啊所以唔才直来去啊。你个贱人，哼！既然有一个小小的花季，假使你若是有改，阿爹会替你做主，将伊上下顿啊，予你围拆，看你欢喜要排过第几排，就用第几排。也毋过，你家爸无要紧，阿爹有法度替你做主，你偏偏去伊家着伊着公爷。你明明知呀，赵公爷爷爹赵方鼎，伊是多子云数，所谓平凡女才的心上，家下也安危，女是伊在咧维护。即卖，你家伊的家人赵公爷发生冲突，假使伊的家人赵公爷若是故意拍伊，你是要叫阿爹安怎为你做主咧？哈！要我阿爹啊，敢讲害你就这么不公，爱会拍？哼！你放心。阿爹绝对袂白白，让你去用拍，也唔着家己。阿爹警告你，以后不准你伫外口玩遐代志，尤其是女婿，知无？哼！等下我入宫，有机会我就着好好禀告贵妃娘娘，别让你这个日国姑娘做甲这样无体面。我相信贵妃娘娘会带着你手足之情。让你一个好好交代，家里，安尼你甘愿意啊吧？阿爹，大姐哦，即摆是贵妃娘娘啊，我相信哦，伊会替我出这些口气啦。也毋过哦，
这感情有一个通电话代志，要拜托阿爹啦。就是吼，我要带迄个韩素梅。呀，好啦，好啦，阿爹。好啦，哼，你是条狗啰嗦，带着阿爹，就叫人送魂落去，叫方元老迄个老苍准备一下，将这韩素梅赎回去自由身，带转给你维持。安尼应该行的吧？多谢阿爹，多谢阿爹。遐暗时又是花灯会，也毋过你马上就要去迎亲，一定爱去府上好好我准备婚礼，千万别去到处乱乱说，知无？知无？好啦好啦好啦。花顶花海啦，这外口咧绝对是我娘家妇女哦去观赏，我边有可能阿文收这点的福来啦？有咩无聊事？今仔若无出来佚佗者，是要等什么时阵啊？我边有可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？啊？啊？大哥，你现在要接着去，我要先走嘞。兄弟，我跟你讲过啊，我奉着五谷之命要去胡家堡一转。今仔日当实在你，我真欢喜。那不过我的时间，哎，今仔大家为咱熟悉，大家个性会合，讲话投机，你为什么急要走嘞？而且哦，孔英的爸母搁伫厝，恁两个今仔带去拜。照你讲，你该去拜去孔英爸母才对。这，莫搁这个遐啦。而且，咱嘛约韩姑娘出去看花灯，到时阵哦，人一定足多，无一定会拄到什么水姑娘啊。也唔过，大兄，你要去胡家堡，我拢知影。啊，不过你明仔才去，这嘛未慢啊。搁再讲呢，我若按时回去厝的，我甲阿爹阿娘讲，咱今日结拜的代志，因无听到，会和我甲你做伙去嘞。真实嘞，但是讲你甲我做伙去，那呢，我即摆就留落来。好。哎呦，想袂到你的影响到遐大。我有嘴讲到无烂，讲到哪有拢要烧声，拢比袂着孔英七彩讲一句话。就参照你甲孔英结拜做兄弟了，伊就不爱插我。啊，我真正是吼。嘿呀，叫做志同道合啦！今仔日真有口福，我话拄到这几个小囝，拄啊好，我饱餐一顿。真好，我即马给恁将恁四个拆食落吧。阿爹，你袂用伤害伊。哼，你敢用这款口气来教训我？这敢是为恁子女所做的吗？阿爹，你袂用跟伊抬下无辜的人啊！岂有此理！你真好大胆，竟敢顶撞阿爹！爹，拄则我伫个酒楼看，人家少年人拢是见义勇为的少年人。并不是像咱所想的为非作歹的人啊！你何必一定要害因的性命嘞？阿爹，请你听查某囝苦劝，你唔通搁伊错再错啊！哼，花勇，你甲因素昧平生，为什么你为着这几个洗心面的查某人，对阿爹这么不敬？敢讲你甲因其中一个人？我，不管你的代志，你看卖插的，上到边啊！我就把你拆掉了吧。这拄则敢有一阵怪风吹来，
煞来，咱大家就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心上哪有良罪？大哥，大哥是一面天主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休息，休息。两位，两位啊！咱在倒伫涂骹啊！恁大家拢安怎？拄则有一阵怪风吹来，咱大家着昏去啊！好佳哉哦，拢无受伤啊！拄下到底是安怎？对啊，咱敢会是中邪，还是拄着啥物妖魔鬼怪啊？若是拄着妖魔鬼怪，咱早就死啊！安尼好活伫遮。话讲的无唔对啦，既然安尼，咱找一个所在小休困一下，啉啉酒，提一件。兄弟，你倒不是讲要带我去拜见阿伯阿母？大兄，虽然话是安尼讲无唔对，啊，不过即摆讲唔是时机哦。物件暗时哦有回电，这阿爹哦是有捍卫家事之职，必须严加戒备，子孙的安危。所以哦，今暗回电啊结束了，咱搁转去也搁未晚。好，既然安尼。咱先来吃块物件，把饱肚填好饱，明暗袂用袂去去甲韩国牛约定哦。想啥想到出事呢？人只是要甲你吓惊一下，想袂到小姐哦，你还是这么机灵。好佳哉，这个是英丽我，换我做别人哦，早就倒去遐吓喘啊。好啦，你来找我到底有啥物代志？小姐，我实在想无咧，你是一个有武艺的人，今日迄个国姑爷对你这么无礼貌，谁让你歪话一点仔教训？英丽。我既然委身伫咧这个妓院，就袂当凊彩互查讲我有武功啊！这是为虾米啊？因为，甲你讲也是无路用。啊，对了，因为你会记的哦，这几间房源楼内底，家你知影我有武功这件代志，你千万着莫互知影，包括赵公主在内，知影无？嗯，我会注意的。嗯，对啦，小姐，今日赵公主送你的麒麟玉佩。应该是送你的定情之物吼。英丽，你莫有白讲话啦。阮赵公主伊做人光明磊落，是一个正人君子，伊的心肝内皆无非分之想。这我知影啊，不过小姐，我看你哦，已经将伊当作会当托付终身的女儿郎君啊哦。英丽，你若是敢咧有白讲话哦？可把你嘴子割来了，小姐，我唔敢啦。小姐，英丽哦，即马来准备烧水，让小姐你好好啊西装打扮一下，今日暗时码头见你赵龙哈。你，玉姬你，你是我韩素梅今生今世唯一真心寄托。